What?就可以 get 得到解析的，选择不 get。他感觉是他让猫咪跟希维尔伤害。哎呦，可能是因为他想要比较注重下半部，嗯，对，就比较少上去了。哦，那刚刚画面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两边都有交闪现，然后凯尔大绝大高拉夫朱晨红开砍，哇，被吸了深度霸体之后有点爆掉，先用重击吸了一口血，但是还是被风龙搭配着 Uniboy 伤害给打死。现在是以色拉队危险，一个很厚的墙壁，但是还是被睡到了。唢呐能不能救起来呢？给了一个盾。 马完美的挡掉，但是现在是 Breeze 搭配着自己队友的伤害，回旋之刃刮，这边是把人头给刮下来之后再打下挖口，很可怕的一个状态。这里我觉得欧拉夫想上，应该是因为他看到他丢这个斧头，怎么那么痛？他可以试一下，好痛，抽了一口就爆血了，结果转上去发现痛的自己。然后后面的以色拉其实很危险，这个是隧道之后让 MAD Team 选择墙上，不然感觉上没有隧道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跑走没有问题。 而且自己还按了一个治愈，然后这个还是没办法补起来，对，因为刚好是希维的降智。开电了，给我一个画面来看一下凯能开电，但是被豆腐脑链子给链到一起，所以上去之后，这个唢呐大决再加上英勇赞美师带着这个人头，所以来看看，哎，豆腐脑来了一个一碎，逼出的是凯能大决，这个闪现，然后被欧拉夫闪现之后割了一个斧头，再加上一个虚无法球，但没死，在塔下这个接有开，可能要帮卡，后面还有一个奶妈把奶显漂亮，完美的扛伤。 这一波上路塔杀极其表，就是小亮过来走一下就被遇到了，然后弹一个球过来，这个踏步切到一个闪现尾端最后一丝挡，而且最后我觉得AHQ这边一定也有沟通说这个欧拉夫有经人，然后他跟经验爽两在路上，所以这个扛塔是完美，就经验，然后勒布朗扛补一口血再吃进来，很有的柔一变成是在推塔的过程中他一定要跟着希维尔还有猫咪。 利夫，哎，这边追到了，完啊，这个危险了，惊人，马上开一个惊人，但是被三人包围，被一个行为掰转，直接一波带走。而且他的队友有没有办法做到事情呢 ？AHQ 这边有没有办法做任何事？没有，这波就蛮贪心的，我觉得是太硬要，蛮贪心的。他自己身上本来就有蓝，但有点硬要。对，但不让中路拿蓝确实也没错，有点危险意识的感觉，他是有些下一根眼过墙看看。 找到了一个好的角度了吗？哎，但探戈机反而有点危险，被猫咪三层的禁锢给用到了。然后后面花式手上大决丢出去一直排，小亮进场直接把挖口打到一个底血，但大天使的盾奶起来了。看起来 MAD 想开，但是又是被盯上了。喜 Q 要打吗？唢呐是他想，感觉是想打。后面是交闪的 Uniboy 来，然后想抓 Apex，Apex 这边很危险，被套点燃之后只能往后撤退，进入唢呐的怀抱当中。那来看一下这波 replay 吧。 隧道吃一口，然后开战，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凯能跟闪之后，唢呐一个补，然后最后凯能没伤害了，他再一个大天使，然后让凯能一阵尴尬。对，对，然后他站了一个凯能的底 ，Uniboy 也交了一个闪现。对，其实这波空打蛮赚的。哎，要来打了吗？这一波是空月，这边深度霸体还没吸，看起来目标跟想先追以色拉，以色拉被环住之后 ，Umi 大绝接，把以色拉给近身之后，看起来是要放这个探戈骑去死了。不过下路是杰西在 BD， 我的天，杰西在 BD 啊，探戈骑超级硬的，终于倒下，但是下路的高地塔已经被杰西给攻破了。然后 MAD Team 是放手一搏，一定要吃八龙双地龙，要吃八龙，但是 Alex 已经就位了，勒布朗也就位了，这个 MAD Team 的一个豪赌。 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？Apex 先限制了一下小亮的位，小亮半血，巴龙加2000点的血量。哦，来了，终极一拼，这边是由空月拿走了巴龙，但是这个凯能大决电的效果并不卓越。后面杰西 TP 进来之后想要来收头，但 Breeze 已经打了个暴走的战绩，现在看起来是红方 MAD Team 的大举进攻，杰西只能逃跑，被隧道了。这个陈晨会打去搭上一个普攻，一次带走了一个双杀，然后 Apex 在侧边也是被空月给盯上。 往前一个啃咬，但是搭配着柔一的到来，柔一 Uniboy 收下一个 triple kill。亏的东西太多了。对，这波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打了，就前半段做的很好，就逼赢推了，但这个传送过来感觉就有点亏。有点看这波在挖口没有大绝的情况下，他就是在旁边按和弦，然后伤害也不太足，反而是就这边杰西过来之后还多送一个头，然后送了一个 TP， 然后勒布朗跟欧拉夫也是没有办法活下来。他如果刚刚继续推的话，说不定门牙可以推一座，对，有机会推，因为他刚刚兵还够多，我觉得。 确实是，被关厕所了。目前 AHQ 的位置有点危险，加上闪现之后 ，GA 直接被打掉一个暴击320，然后后面空月是直接开启了自己大绝来弹塔，然后在 UB 大绝也是跟着进，旁边很努力 Apex 一个锁链挡住，但以上这边开了白盾，不过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。后面还有一个杰西 EQ 的一个连段，凯能进场之后，凯能开了一个大绝电的唢呐，但现在唢呐很危险，也是直接被秒掉。Uniboy 已经在这比赛看来有机会直接结束游戏，再搭配着 Alex 也是被Apex 也是被夹来配，看来。 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 MAD Team 把这场比赛拖到第3局了，拿到一个双杀，然后再来的话是直取对方的主宝双塔，来看看杰西这边能不能力挽狂澜呢？想要来收头闪现普攻带走一个，但是他没有死，他是换位了，然后反正自己的 GA 被打掉之后被对方围殴致死，3比15的人头差距，我们要恭喜 MAD Team 拿下这场比赛胜利。这把坦白来说，两边都算是。 我觉得都蛮多上指挥的失误啊，就 MAD 比较偏前中期的指挥失误，然后 AHQ 在8楼那波团发生了一个也是可能在处理上比较着急，就是物件其实该拿的已经拿了，剩下就是拼运气啊，运气有到那个8楼就是你，没有的话就可以走了。我们就来问一下小叶好，因为小叶你自己处理过无数个8龙局，刚刚那个对 AHQ 来说，他们开战就是为什么原因会是什么？ 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开那一波团？我是觉得他应该配合那个勒布朗，就是配合他一爆发，他可能踩下去，然后踩配他的重击，看有没有偷到。他没偷到的话，就让杰西继续推。我觉得那杰西也不要过来。沟通上面可能出现点问题。对，我觉得可能出现点问题，就是。